第五十八届金钟奖益智及实境节目奖得奖的是来吧，营业中。谢谢我最棒的六位主持人康哥、元浩、阿布、鬼鬼、佑廷，还有阿威，因为你们的认真跟真实，所以这个节目带起台湾实境节目的风潮。谢谢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，因为时间不够，不能一一唱名。谢谢所有在这二十年来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。谢谢综艺玩大，谢谢宪哥，谢谢 Kid、坤达，还有鬼哥，还有小董。如果没有综艺玩大给我的能量，我不会有勇气做《营业中》这一个节目。最后我想跟所有在这个典礼里面还有电视机前每一位幕后人员说，我们在这个媒体时代还努力坚守我们的岗位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是营业中的高收视率让我知道没有人不看电视，是我们做的节目够不够好看。谢谢大家。我的心脏快要炸裂了。得奖的是 Wait a moment，第五十八届金钟奖益智及实境节目奖得奖的是来吧，营业中。一间老旧废弃的房舍，因为有了主持群的到来，有了全新不同的面貌。看着老屋餐厅一点一滴被改造，以及主持群经历磨合进步，进而能面对不同客群的挑战，真实呈现过程中的欢笑与辛苦，让观众期待每一次的播出。恭喜，来吧，营业中。我先想，最后把时间留给小叶。谢谢评审的肯定，然后我想谢谢好看娱乐与 TVBS 一起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仗。来吧营业中是第一个进入国际串流平台的综艺节目，那我觉得这件事代表了什么？代表台湾的制作实力其实非常具有国际的竞争力。那这个 IP 的成功，我想谢谢汤哥、小叶制作团队、主持人的真我的付出，这么辛苦。那我也想谢谢 TVBS 上上下下对于这个 IP 的团队的推动。好，对于这 IP 的推动，我觉得这个奖也是属于他们的。谢谢陈文琪董事长、刘文燕总经理，还有好笑者副总对我们一路的支持与肯定，也谢谢戴天一总监在这些度过这段时间里面跟我一起披荆斩棘，也谢谢他。对于这个奖，我觉得除了对制作单位的肯定，我觉得对于身为平台方的我们更为激励哦，因为 TVBS 会持续投资与产制最好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对不起，因为我去年坐在下面背很久我的感言，因为我妈算命说我会中，但没有中。然后今年塔罗牌说不会中，所以我没有背。我快速的念一下，不要耽误大家时间。可以从汤哥手上得到这一座奖，对我来讲意义非常大。我很谢谢他，从小看我长大。我谢谢他创立了好看娱乐这个公司，包容我们所有任性的制作人，在自由的国度里挥洒我们的创意。我非常谢谢 TVBS 台视还有 Netflix， 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，营业中不会被大家看见。谢谢我最棒的六位主持人康哥、元浩、阿布、鬼鬼、佑廷还有阿威，因为你们的认真跟真实，所以这个节目带起台湾实境节目的风潮。谢谢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，因为时间不够，不能一一唱名。谢谢所有在这二十年来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。谢谢我最棒的 team， 我没办法念你们名字，因为我们超时了。希望导播给他们一个镜头，因为他们今天很美，不像平常都是汗臭味，今天很香。
我要谢谢综艺玩大，谢谢宪哥，谢谢 Kid 坤达，还有鬼哥，还有小董。如果没有综艺玩大给我的能量，我不会有勇气做《营业中》这一个节目。最后，我要谢谢我的妈妈，她每天都骂我太晚下班，没有照顾小孩，可是她都会偷偷看我的节目，然后还学会上 Netflix。谢谢我的家人，我的哥哥、嫂嫂，还有我老公吴伟豪先生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能再当两个孩子的妈，以后还一天到晚出外景。我真的很爱你，谢谢小星星、小熊仔。最后我想跟所有在这个典礼里面还有电视机前每一位幕后人员说，我们在这个媒体时代还努力坚守我们的岗位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是营业中的高收视率让我知道没有人不看电视，是我们做的节目够不够好看。谢谢大家。露露姐帮我们讲几句话吗？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露露姐说小叶姐讲，好好，来，你要不要还有没有什么心情？刚刚还没有讲到的话，跟大家分享的。最感谢的真的是 TVBS 还有台视跟 Netflix， 因为如果没有平台播出，其实做再好看的节目都没有用。对，那刚刚感言应该都在典礼时说了，谢谢大家。是，那露露姐呢，有没有要补充的？我就刚刚在台上讲，其实很难得来吧营业中是第一个打进国际串流平台的节目在台湾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代表台湾其实在制播能力品质 quality 上其实都很有国际竞争力，那这也是制作单位最希望创造的，跟我们一起来达到这个目的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哇，已经做到了，恭喜你们，获得肯定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，我包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宪哥就在这里。